位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感谢大伙儿热情洋溢的掌声。谢谢，再次感谢大家热情洋溢的掌声。你知道的掌声是给谁的吗？给谁的呀？谁漂亮，给谁。哦，那咱俩现在下去把脸洗了再上来试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朋友们的掌声是最大的鼓励。再者说了，我小伙子往这一站，你让大家看我不漂亮吗？嗯，漂亮。当然了。他叫郭威，是我男人。您别客气，平时在家呀他都把我当女人使唤。您各位是不知道啊，啊，他在家一天到晚是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、洗衣服做饭。我都这样做了，你还不高兴吗？可七年前你可不是这样的。七年前你也不是这样的呀。七年前，他就是我心中的一匹白马。七年前，他就是我心中的一朵小花。我们俩呀，青梅竹马。我们俩两小无猜。月落乌啼。涛声依旧。凭着一张旧船票，他就登上了我的贼船。贼船。刚来点热情。贼船像话吗？七年了，我们共同经历了从初恋、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。到今天，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，我们要离婚了。不是，那位大哥，离婚您鼓什么掌啊你？哼哼，我很愉快。呵呵，我 so happy。我终于啊，从黑暗走向了光明。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。哎，不是我吹呀，离了婚的就你这样的，我拿手一抓就是一把。哎呦，不是我说呀，离了婚啊，就像你这样的，我用手一轰。就是一群呢，那是苍蝇。数量上差不多。跟你说，别跟我说了，咱俩赶紧离。快别跟我聊了，咱俩赶紧散了。离了，散了。我走了。回来干嘛呀？姓王的，站着。离婚归离婚，有些事儿咱得当着大家说清楚了。好啊，那有些话咱也得讲明白。哎，干嘛？这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有句话啊，我想送给你，就当是临别赠言吧。行啊，那有句话我也想送给你，就当是临终嘱咐吧。我觉得这个时候说临终嘱咐您稍微早了一点啊。我是真觉得他们不应该用这首诗。我觉得这个时候说临终嘱咐您首诗挺合适的呀。有人物呀，我觉得这个对于表演来说是个负担，这是有人物的。离了婚啊，您啊，再找一个，再找啊，你就找个疼你、爱你、关心你的，不惹你生气的。哎，最好啊，能找个主持人调节调节你们这个家庭气氛的。你就找裘英俊吧。行，离了婚啊，您也再找一个。好，最好找个贤妻良母型的，能帮你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毛衣的，最好还能逗你开心的，你就找贾玲吧。行，那离了婚啊，咱们家那个电视机归你，将来找个人啊，你们俩就看吧。哈，那洗衣机给你，将来找个人啊，你们俩就搅吧。游戏机给你，将来找个人啊，你们俩就打吧。那自行车归你，将来找个人呀，你们俩就蹬吧。那空调归你，将来找个人啊，你们俩就吹吧。行，什么都能给你啊，就这双人床我想留下做个纪念。啊，不，这双人床我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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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大姐你烫着了你啊？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。那我睡我这边。那我睡我这边。赶紧睡吧，明儿起来我还上班呢。哎，赶紧睡吧，明儿早我还给你煎鸡蛋呢。关灯睡觉。这是离婚吗？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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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他最后能拧回来哈，这真是，我还担心他们一直就拿着吵架当快活。你这太突然。是离婚吗？就是
很尬，就这一句。应召老师，首先您觉得这二位演员颜值怎么样？符合您的要求吗？确实，这位美女呢，肯定是在今天这五对里头长得最漂亮的，没法说了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你们两位啊，现在在已经出场的演员里边，你们俩肯定是第一名。嗨。大量的子母哏的运用比较恰如其分，适合他们这种表演身份。更多的呢，他们真正的在相声里面呢去扮演了夫妻这个角色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希望你们呢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应召老师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。因为爱情，当年我们笑里香第一季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合作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因为爱情觉得还很突兀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这个因为爱情之前呢，我想先做一件事儿。我想首先感谢我们笑里香营节目组的各位老师、各位导演，包括球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去年在笑里香营参加了一期节目，说了一段相声，我有了我今天的女朋友王璐。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，我刚认识这个姑娘，我就开始对她进行了追求，我追了她整整一年半。但不得不说，前面一年半真用四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停滞不前。在没有这节目要求我们之前，我前面做这些等于零，吃饭吃饭拒绝，看电影看电影说没意思，遛弯遛弯说我不跟你走，就所有事都是零。但就是因为上笑里香营说这段相声，我把吃饭看电影逛街遛弯这所有的事都能因为相声把它进行了，通过相声的这个桥梁，我们两个现在才成功的走到了一起。所以说我要感谢笑里香营。好，王璐，你看上郭威哪点儿的呢？我觉得当女孩啊出现问题啊、难过啊什么的时候，不太希望这个男生跟她讲长篇大论，给她讲道理。这时候我们不想听这个，我们就想说有我在呢，我在呢，我来帮你管。尽管他干的事儿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符合我的心意，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可能不孤单，有个人愿意陪我一起承担，也陪伴也是很重要。就是说了半天，我的优点就是你别管了。我听了半天，我没什么优点啊。这说你有担当啊。